过山洞？我们在小山洞，这里可以摸到啊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你今天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有蜘蛛网。嗯，有蜘蛛网。里面也有一个蜘蛛。对。你为什么想来这里玩？因为我今天请假，因为我要打针。哦。那因为我打针，我就来不及去学校，所以我今天请假。好。不放假。你放假哦。嗯。你放假哦，为什么要来这里？因为我放假去恐龙乐园，看恐龙，但是我看恐龙，我看假的恐龙会哭呢。那怎么办？可是如果弟弟看到有假的恐龙，然后他哭，看到假的恐龙，然后他脚上粘住了，而且还有胶水，然后弟弟就哭了。那怎么办？然后弟弟就，我就问他，你要不要爸爸唱的？弟弟就说，我爸爸唱的，哭着说。嗯，你有安抚弟弟啊？对。你怎么安抚弟弟？可是我现在忘记了。你是刚刚我看你拍拍抱抱他，对不对？对。他就没有哭那么厉害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你好棒哦，赞。弟弟，你刚刚哭哭，姐姐有安慰你吗？有啊。姐姐怎么安慰你？恐龙直接安慰我。是哦，那姐姐有拍拍你吗？有啊。那姐姐还拍拍你，然后说什么？哎，那里有蹲蹲跳的那个的。嗯、哦，蹲蹲跳，你忘记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后面。哇，好多车哦，好多恐龙车。好多恐龙车。对啊。你看看。没有蹲蹲。对，前面有什么？前面有很多东西。